与百狼鲨感谢祭。哇！来，八百一啊，八百一。哇！鱼摆这次都是给我们五星级的料，真的。Yeah. 对，然后像我自己今天就是因为我觉得鱼摆很可能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，他给我一个香肠组合的便当，然后很好吃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这个就是还有很多小菜，像是流沙包啊，或者是像这个春卷啊，很多很多。我的牛排 ，Oh my god， 怎么那么厉害？是啊。哇什么？那快递一个蘑菇汤，然后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是有人在讲话，是不是？我以为我电脑坏了。三比二好，这样二也很好，可是我觉得。对我来说，闷闷流鼻会比二好，因为我觉得狼如果是狼还在那边闷，我觉得他，你先别说，来不及了。